碰到昨天晚上那个当当护士，当当护士，左击。什么护士？手上里瘟疫。哎，瘟疫，你没有吐得了这么高，你吐不上来。上来了，踢门板了，在那边，在那边断脸了。瘟疫黑护符能玩什么东西啊？稳界的空兵。找机会，等一下，只要有机会，我就去进去把这边的三连给他偷掉啊！他现在就是吐机子，这瘟疫守那个脚印架的三连有点无敌。我就等这个第一台机，第一台机不错。这就是那个垃圾时间呗，耗着呗。我想再跳一次高点，让他来追我，我跳个高点。这个是第一台电机。我知道，我们机子全都被吐了，只能等啊。他可能还带的是白配哦。看一下能不能吐臭的。哦呦，吐臭了。先看看这边机子什么时候解锁啊，这个地方的三连要给它修掉，要不然等会有的恶心了。完了，我死了。你死个屁啊，你还没臭呢。我已经臭了。看一下电机这里有几台，这里有两台。他醒来了。你知道我跳到哪里去了吗？你跳到那里面厕所去了，你跳那个坑里去了。就那个死的那个。你那个死胡同，你跳进去了之后，你出不来了啊、哦！出不来，摔个门板。完了，我还炸机了。一个不小心被撞进去。带腐烂干预前面控机没压力啊，前面带腐烂干预控机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巡逻所有电机，只需要跑一部分的电机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你现在的巡逻范围变大了，小兄弟。你先挂一会儿。我他妈进亏了，我操，傻逼了吧。得把中间马路上这台机子修开。修修修，我在溜他。我操，我都快追上他了。我有点犯罪啊，我感觉。在哪里啊？白凡。哇，你过来了，我这台机。发现他追我呢。亮得了不？哎，我想跳这个地方，但是我跳这地方肯定要死。
哎呀，我怎么？哎呀，好吧。对付弗莱迪就算了，还要欺负兔妈。我要死了，死了！太快了，这里杀戮起来了，我应该回头砸他的，不该，不该这样子，他不该转到那角落去的。最多玩这个版，玩这个版，玩完之后，这还可以去白房。天灾救，天灾救，天灾！哎，别让他救啊，救了不就臭了吗？怎么说？他要跳下去吗？嗯，他跳下去了。来追我了。去去去！直接中方，翻一手屌大的，我想去跳一下，我要去二楼，我要去二楼跳下来，我把这任务做了。这这个刀没打到我，我笑死。哎，这边门开了，你是不是要死了？在哪边啊？在你刚才拉的门的后面。哦，我是要死。这边。哦。累呀，他说累呀，知道了没？那个队友是不是还能出去啊？他不会又出不去吧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他应该能走，那个门开了，我们走吧。对着你吐。他第一刀的时候空刀了。交互加50%。物体感染加30秒。